哇，喺俄罗江州投票真系正啊！呢个一定系我哋每年投票率领先全国嘅原因。喺大选日嘅几个星期之前，选票就会寄出，并且每个选票信封都会印有独特嘅条码。如果邮戳时间喺大选当日或之前，我哋可以邮寄或者喺美国邮政署 USPS 信箱投下我哋嘅选票，或者我哋可以喺大选当晚八点前喺官方投票信箱投下我哋嘅选票。之后只需要密切关注选举过程，确保我哋嘅选举准确、安全同有保证。你睇好多俄罗江州选民啊！首先收到选票之后，选民登记系统就会标注为已收，之后系统就会验证选票嘅签名，就算签名唔匹配，系统都可以为选民提供协助，简直系开心到飞起啊！喺所有选票清点完毕同结果准备好之后，就会上传到州嘅选举结果网站。不过选举仍然未完噶，喺确认结果之前，选举官员会进行最后嘅审核。喺俄罗江州投票真系正啊！我开心到想喺 St. John's Bridge 翩翩起舞添啊！